弟弟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爸爸，我来带你。哇，变蝴蝶人了！你看弟弟变蝴蝶人了。在那边。对，这里好多风筝。黄宝琴喜欢小火风筝吗？你喜欢哪个风筝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来看一下，快点，快点看啊。那个。你看。那个。这个吗？公主风筝吗？对啊，这个好漂亮啊！哇哟，这个是有恐龙哎！哪里有恐龙？那边。哦，对，皮卡丘风筝，佩佩猪。哆啦 A 对，还有佩佩猪风筝。还有笑脸。对。还有佩佩猪。还有海绵宝宝。怎么了？车车。车车在这里啊。对，而且还有蝴蝶，对，还有小小兵，是，还有小火，你喜欢哪个？还有企鹅玻璃、啊、好，弟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爸爸，还有企鹅玻璃。